那就是假哈，星期五的布丁狗糖果盒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咪咪，拿走咪，咪看不到，这是布丁狗糖果草莓口味，要玩看要铅笔盒哟，贴纸，米，可是米豆子一定比较小大的，卡通，它是卡通，卡贴纸，铅笔用多，就，啊，这是这个糖果，米，小智小米，米，啊。这就是糖果，猴片，儿童猴片，草莓口味的。好，然后它有好几包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看它有几包。一包两包。它总共有3个米。我们先试吃一个看看，选个最帅脸的，他手没有嘛 ？OK， 超好吃的，它有草莓的味道，凉凉的，凉凉的，这样喉咙比较不会痛，是。让妈妈吃一个来。开门，要这个贴纸。贴纸，贴纸小小的，小的是一只猫咪和只布丁狗，它旁边有星星，还有草莓，草莓可爱的猫咪，布丁狗本人，它还有戴帽子，星星，上面写着一些小字字。很大的，大的很大，第三满了全部格，它跟小的差好多、哦。这不一样，这是爱心，一样的帽子，一样都草莓，一样都猫咪。上面这爱心没有写字，跟星星的字一样。好，那我下次见，拜拜，咪。